信度给你100分，再加1分，101分，完全高弹之外，这边有没有看到它不会很紧？再来，它弹力非常好，它走一个中腰，这边做一个双扣之外，还有双线，横向有双线之外，侧边也有双线，这是整件裤子的心机重点。因为它车了这一条线，你就会觉得你的脚是从这边开始，所以这边以后都是变得非常非常的窄小。整条线延伸下去之后，下巴还有个叉，而且你们有发现这个叉它不是在侧边，它在斜前方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哇，New Era只有身高161，不高也不小个儿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整体的比例是非常的高挑，并且腿是非常瘦的。给大家看一下侧身，我们家的牛仔裤侧身非常好看，后面也是弹的。这一款是中深蓝的牛仔裤，所以呢，完全修身我们的屁股哦，跟大腿跟骨盆的部分。跟你讲啊，好的裤子是在朋友家，在家里穿，你的腿都可以那么瘦。我不觉得这裤子会有太长的问题。好，我觉得高个8分你自己考虑，但是比较小个，它大概顶多到长裤的位置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弹力就这么好，所以呢，大家买正常尺寸就好咯。好，那它是一个我觉得四季都可以穿的裤子，完全不厚不薄，弹力度非常的够，6颗星以上的弹。